everybody, this is Merna. Right now I'm at Dafeng, Milu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here in Jiangsu province. We're in the south, so you can see my hair is going a little bit crazy, but I'm loving the weather. Please say hello to Yao Laoshi, who is a guard or a patrol ranger here in the National Reserve. Please say hello. 我们神户呢是分A、B、C、D组，像我们神户分为B组，B组主要负责就是我们所在地区的麋鹿的数量，还有有没有鹿王产生，还有小麋鹿数量。现在我们就是属麋鹿是，其实很简单，先属雄鹿，因为雄鹿就是很特别嘛，有长角是雄鹿，不长角雌鹿嘛，而现在雄鹿比较少，像这个鹿群的话，一年少要去8头雄鹿，下面就属小鹿，因为比小麋鹿是今年刚出生的，它的个体比较小。 然后也好点，然后剩下的就数个总量，就是雌鹿也出来，数量也出来，给你看一下，好了，四个，哎，那还有一个，五个，上面还有一个呢，啊，那这里面还有俩，八个，对不对？对，哦，8人 total。那除了数还需要做什么其他工作？救助，然后在自己的区域里面，麋鹿有时候会缠网或者掉人家鱼塘里面了。 然后我们会通知救助队过来救助，对，我也是救助队的主要成员之一啊。救助分两块，一个是我们玄户发现，还有一个是幺幺零转警过来。因为我们当地老百姓看到麋鹿受困，也会打报警电话，然后我们也会去救助。对，像昨天的话，我们就差不多救了7趟左右。我们保护区现在数量的话，处于一个饱和状态。 因为我们地方小，4万亩地嘛，总面积4万亩，然后麋鹿一只麋鹿要40亩地，对，现在麋鹿基本上就处于饱和状态。那这里是不是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保护区呢？对，麋鹿，对，是数量最多的。 We're in the biggest reserve for Milu deer, and we're in a reserve that has the most Milu. Aren't we lucky? 对。 So right now we have arrived at the more interior section for the Milu deer, and we have the guardian of the Milu deer here with us, Mr. Yu. Say hello to our friends. Hello. Hello.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地区跟刚刚我们在的那个开放的那个大的有什么区别？刚刚你们所去的那个是野生区，就是那个在野外的环境中有很多的野生麋鹿。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我们园区里面的小围栏的区域，是由我们围网围起来的一片区域。这里面的麋鹿呢，是我们驯化的，驯化之后的麋鹿呢，是能够让游客零距离的互动。那刘老师，您平常在这边工作都包括什么环节？我在，我目前来说的话，我在这边工作的话，是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巡护，就是每天来。 查看我们的麋鹿有没有特殊情况，还有一个是它这个采食这个情况，你看到没？这边有料槽，看它吃的料，还有没有剩余，还是吃不掉，还是不够吃，以及一个水质这个情况。那边是水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水，对我们麋鹿，尤其是夏天是很重要的，要看它这个水位大不大，水质好不好。还有的话，现在是。 发情期嘛，我们要观察这个雄鹿和这个雌鹿的一些发情的一些行为，做一下记录。对，你看我们现在所听到声音就是这个雄鹿在吼叫。对，这边都是我们2019年人工圈养的一批麋鹿，和那个野生的是，不是一批。对，对对。As we wrap up our visit, it's clear that the Milu deer are not jus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system, but a symbol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is reserve is doing an incredible job of protecting and nurturing these beautiful animals. I hope you enjoyed this journey and learned something new about these fascinating creatures.